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怎么样唱团歌的练习档哈。其实说真的，不要客气，因为我们学软体有一个很重要，应该都说学所有的事物都一样的，有两个要件你才会学得好，第一个要有兴趣，第二个要用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两个条件，对我们来讲就它只是一个很单纯的，好像工作这样子而已。那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就会愿意花时间，所以你应该知道嘛，吼，只有你是来上班的，才有工时问题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因为你有兴趣的，你会自己愿意花时间的，上班的你会斤斤计较，哦，我今晚五点下班呢，真的有差，对不对？吼，因为有兴趣的不一样嘛，因为你是乐在工作，而不是怎么样，乐在赚钱。好，来，我们回归正题，来这边看一下，你到我们任务里面有没有看到第四个叫做研习的练习档上传区？加哇，任务的第四个这个，那如果你没有 Google 账号的，因为它这边上传需要 Google 账号。好，如果你没有 Google 账号的，我有准备一个公用的，你可以用这个来帮做上传的动作。哎，那你看我们这个四个单元，其实我今天就有准备四个啦，让大家去练习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庭院，好，庭院的部分。第二个，既然都把这个搬来了，当然要让你试试看看虚拟摄影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啊，而且设计一个要拍照留念的，就直接让你当今天的主角。好，那至于后面这两个，就看时间啦。看时间哦，那所以你点了一个之后，当然前提这边就是你要登录一下 Google 账号哦。好，你看进来之后，这里有没有个上传档案？这里有一个上传档案，好，那你就从这里按一下。可是第一次按的时候，会有一个东西会被挡住，它会跳这里，有没有？这个地方它会跳一个说已经封锁了，因为我这边的视窗我还没有登录 Google 账号。所以它封锁起来了，麻烦你在这个地方按一下，好，右上角那里哈，你按一下，那你去允许它怎么样？你看到我这里按一下，有没有一个？他问你说要不要封锁，请你按一律显示，好，这个地方请你按一下一律显示，好，按完了，我按完成，这个时候你再按，有没有跳出让你登录 Google 账号的那个视窗？好，那如果在这边，你假设你没有 Google 账号，你就用我刚刚那边提供的。现在登录好了之后呢，有没有发现这边画面就变了？对不对？这边变了，那你就可以从你电脑里面把你的档案选择一下。那么你待会要上传，请你上传两个，上传两个，因为呢，我们刚刚这边还没提到哦，只有 3D 有没有自己专属的格式？当然有啊，就跟你用 Office 是有 Office 专属的格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从这边左上角这里有它自己的专案档，你可以先把它储存，它的副档名是 SH3D。好，但是这种档案我们没办法直接预览，你是不是要用这个软体才把它打开？好，所以你这个存档一个，再来就是你可以把你下面这个输出存成 PNG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就两个档案，我们作业的就应该说练习的哈，练习的这个部分呢，练习的这个部分，它可以一次上传多个档案。好，比如说我这样一挑，你把这个档案挑好之后，有没有这样就两个了？好，这样就两个。那等你都选好之后，才按上传哦。你不要选一个就按上传哦，这样我就只能用推荐哦。好，就是好了，你就按上传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样了解了哈，那就剩下一点点时间，给各位先把我们这个庭院的部分先完成看看。哎，里面有那个假山假石哦。如果你们家想要比较 feel 的话，你可以下载一些石头哦，有假山假水哦。哎 在哪里？在 Sium3D 那个 3D Warehouse 里面有哦。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，因为在这上面真的有。你到那个 3D Warehouse，
Ware 3D Warehouse， 你可以找一下 Stone Stone。我喜欢它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它相容性最高。老实讲，你用其他地方的那个模型，多多少少会遇到问题，比较多问题。那这边的不太，你看叫很多石头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如果去那个达悟族啊，去啊，也有这一种啊，石墙啊，有很多跟石头相关的，你都可以叫进来用啊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你只要关键字找对，你真的可以找到好多东西的模型可以用。所以虽然今天没有，好像没有这个软体没有提供这种制作 3D 的模型工具，但是你一样可以用。当然，如果你用过那个 3D 印表机，有很多线上的工具嘛，也可以做基本的那些形状来用，也是 OK。